康熙 KTV 今天有很会唱歌的高手来了，请我们欢迎康康。康康今天来呢，会唱好听的歌给我们听哈。不过除了康康之外，我实在不知道另外三个人的歌声要怎么排，也比较不乐观的，接下来是谁？你是说如果好一点的吗？还是说仅次于康康的是谁？秦伟都能出唱片，下一个当然就是我啊。你唱，你不是，你从来就不是歌手，对不对？我不是，但是很多人想要挖掘我出道当歌手。没有吧？不是说你唱歌飞哥都想踹你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想踹我，但是闪亮三姐妹摔下来。他以前还会出。就是去做尾牙秀，对。然后自从在大哥大唱歌以后，没有人请他去做尾牙秀。那你以前尾牙是在干嘛？就唱歌啊。那你请问你唱歌的时候，你的歌路被归类为哪一种？我的歌很广哎，没有一定要归类，我是全能型歌手。你现在就拿麦克风唱一句你平常被认为就是最厉害的。我最含泪跳恰恰。啊，含泪跳恰恰。对，我的主打是含泪跳恰恰。跟情人的黄衬衫。大家见识一下吧，来玉芳出来。是真的吗？一小段。含泪跳恰恰，最恰恰的。哟哟哟哟。玉芳，你的歌声真不是普通的难听啊！他是很认真的一个人，没有他在搞笑刚刚。没有，他的声音认真唱的。他没有唱，就是他现在生孩子，他唱那个《太湖船》，第一句他儿子就装睡，因为他儿子不想再听了，对，装睡。我要听《太湖船》。只要他哭，我就唱《太湖船》，他就睡着了。让我们听一下催眠歌，好不好？认真放感情。山清水明又静静，湖心飘来风一阵呀，静呀心啊，静啊静，黄昏时。好了，小孩立刻就睡了。对，他立刻就睡，他很喜欢我唱这首摇篮曲。小孩再长他一点，应该就会往你的嘴巴吐。没有，他会吐在。特别帮那个。观众准备一样东西，就是第一个呢，你可以切歌，啊，所以你用就你受不了的时候，你就然后直接按，然后切歌问题是你按了以后，他们也听不见你切了，所以还有哨子，就你可以用力吹，制止他们再唱下去。这是要模仿张飞吗？哦，随便你模仿谁，就是照今天的实力，我觉得你有时候要动用这个。可是吹康哥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啊？康康不会有问题的啦。接下来让你见识那个假音的悲剧，好不好？玉芳要来了吗 ？No。他唱一首大量运用假音的歌，哎，对，哇哦，刚才在化妆间听到的是他的声音吗？对，怎么办？要这样子吗？帮我朋友打个歌这样子，对啊，是为了帮他打歌是不是？这首歌已经很红了，有吗？你要把他打死啊！这个歌，彤彤同学要唱《湾南一北京》哦，耶！下许多情，不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晚安与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No， 真的不是不让你唱，只是观众不停打电话进来要求咖哥，我们也是没办法呀。有拍吗？大家有拍吗？有啊，等到听到假音的时候，整个就因为不错，我觉得唱的难听比较对那个。对，那个阿信来说我唱的不错啊。所以你们不熟啊，因为他在客套啊。你为什么要选假音的歌 ？KTV 里面唱歌，这个歌很好发挥啊。所以你唱这首之前会先吊嗓子吗？吊嗓子，吊个屁呀！会有这个歌真的会吊嗓子不好，会挂掉吗？这首歌有时候会有一点，会有破音的成分在吗？会惊吗？你愿意试试看吗？对啊，你要唱一下，来，要不要帮忙？没关系，来先选，我们可以帮破音，拜托破音。许多情，
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人说百花里山处，不知老天爷封的绣花鞋，想看向你老汉，你就看着那住着的姑娘。等一下，算了，好了。谢谢你，我不应该喝太多的酒。所以这首歌真的很难。一般只要挑战吗？没有，这是男生的 key， 这不太合我的 key。老师也会弹女生的 key 吧？会，老师会。真的要吗？可是你会唱，你会唱就算了。我不会，我没有不会唱的歌。那就来了。哇！他怎么可能很快就回来？你不用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帮你抓住一下，来，帮他吹哨。你能帮我唱大声一点？好。哟，晚安银杯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晚安银杯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我想这首歌被你唱成这样，不如改名叫《One Night in 地府》吧。哇，这是看，这是看。可是你唱歌会肚子饿哎。不爱啊！你好有型，你真的好有型哦你。这是康熙，我就说康熙他会弹女生的。你说你是康熙很有戏来唱歌最难听的人。好难听。刚刚小英那段你有没有耍宝？讲真的。他没有，他很认真。小英不是这样唱的吗？他真的很认真。你没有，你现在不一样，你刚刚不是这样，你刚刚有那种呀，有因为他唱不上去，有婴儿小英听不住，小英小英出不来哦。对，你开车撞你的小孩，就是会有这种声音。哎，讲真的，你老公听完你唱歌说什么？哇，这没笑啊。他有听过你唱歌吗？他很生气。我老公好会唱歌哦。你是真的嫁到一个好老公，真的。你要是家境不好去酒店上班，就要被退台。